我觉得吧，我们从一开始到在一起到现在，其实都挺不容易的。我们也什么苦日子都过过了，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。然后我也希望说，其实我很多时候也可能真的是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吧。我总是说就把你当一个公仔一样，想让你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样的。这也的确是我一直都是这种思想，但是从刚几个老师的说的呢，我发现其实我这个真的也是不对。我也不应该说总用那种特别大男人主义的那种想法。但是我还是很爱你。我就想我们一起认识那么多年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在一起。时间到，男生有一句话我提醒女生记住，他有一点他认错了。你承认你把人当公仔一样摆了，对吧？是。好，两位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这个舞台表面上我们是在谈情爱的问题或者爱情的问题，其实在每一个爱情问题的背后，它或多或少的都会涉及到社会的点点滴滴。还是那句话嘛，推开了这样一扇窗，我们看到的实际是大生活的故事。这一对订婚的情侣最后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？请开门。